共是有五位选手。好，到对面的第一，好吧？好，一号赛道谁 ？AK 刘翔。一号赛道 AK 对。第五位刘翔，二号赛道三 AK。三号赛道谁？三号赛道东哥。四号赛道。四号赛道腾工队。腾工队。五号赛道我们邵爱伦老师。邵爱伦。来，往左边一点。五位选手已经准备好了。到底到底到底岸边。好，来来来，中国游泳健将现在开始比赛。一，开始。五，我们现在我们二号赛道的老师看到了，我们好，二号赛道，一号赛道现在又领先了，一号赛道领先了。现在目前是处于领先的一个状态。五号赛道开始抢了，开始抢了。哎呦，现在我们的东弟和我们的潘工队老师，这个中间那个四号赛道怎么带一个围巾，跟个大妈一样？是潘工队老师吗？是谁啊？对，花式真的是花式游泳，各有各的游法。好，五号、一号、五号、一号。五号现在好像更加的领先一下。方式是头一直不入水啊，这是什么蛤蟆式游法？好，五号。我们的第一名接单生是我们的邵爱伦老师。拽了我一脚。好，有人犯规，有人犯规了啊！有人犯规了，是谁踹了一脚呢？好，黄牌比赛一次。要不再赛一轮，大家游回来。好，游不动了，游不动了。体育精神啊，值得表扬，值得表扬。看的老师们都不是很愿意离开我们的水面啊。我们刚刚我们的游泳比赛，我们邵爱伦是第一名，好 AK 刘璋是获得了我们第二名，我们的 Doggy 老师呢，这里有个仰泳的，垫后了一下啊。其次，第三名是我们的沙一听，第四名是 Tango Z 老师。